我们倒不会做到这个，我们是会在被摔的过程当中做这件事情，但是不会像你这样空中。对，你要害怕破音，就是要柔软一点，柔和一点。对，我们做的是比较，对啊，就是、慢一点是这样子，没有错。对，但是在你做的，真的被摔大概是那种地方，真的重心。